个提案本子帮他，啊，爱剧本，这里应该不错哦。自然。大家好，雨停了，现在调查一下法子溪这一边吧。这周都调查法子溪啦，没有地方跑了，雨太大了，这边比较安全。好啦，待会看看啦，不能踩哦，踩会断掉哦，所以你要爬，不要爬上去哦，会断掉哦。找那边，那边走过去哦。上次钓的那一只啊，要钓人可以来这边钓，比较安全的。如果带小朋友的话，比较安全的地方。卷仔呢？卷仔钓死翘翘。就这样。那个雨后几个小时之内，有一些地方会出现这种地形，那水会从那边渗进来，经过这边的砂石过滤之后，它的水就会变得特别清澈。所以鱼大部分呢会喜欢躲在这种比较缓流的地方，虽然这边很浅，这个再过一天的话就已经不太会躲鱼了，鱼会往外跑。所以呢，现在可以钓的话这个位置，因为现在还刚下完雨不久，好，不信试试看好了。小阿虎很多，一堆有的没有的鱼，你都想象不到。八大五靠呀，八大阿福了，哎，屁眼蟹，这算正低了，红红的。玻璃嘞，
过。啊，八道，哇塞！你们定定中心这么近。我靠！跑了跑了跑了跑的！吴郭鱼居多了，那里有一条，那里有一条小卷仔，有没有？那边有。
大家好啊，介绍一下钓组，今天一样是木印两颗，不过任何的咬签，没有加任何咬签，就只有木印跟钩子而已。OK， 这种钓法适合在这种缓跟急之间，它会形成一个卷流，然后这个卷流的话呢，会造成你的鱼钩会上下上下摆动，这时候会刺激鱼的攻击。我们来看看喽。电阻断掉，拜拜，拜拜，跑掉一只大鲤鱼，来了一尾小尾的呆呆。
好，今天的钓游就到此结束啦。雨后非常好钓啊，但是还是要注意安全啊。那我们下回再见啦，拜拜。